仙境之夜沦为浓妆趴。仙境之夜如约举行，请来众多明星前来捧场。既未露面的范冰冰竟然公开亮相红毯，看来付出在望啊。只是冰冰的颜值状态不如以前，妆容过于浓艳，看起来十分俗气，有种乡村婚宴的气场。其他明星徐璐、孟佳也是一样，主打仙境的时尚秀，分分钟油腻土味。始终深陷婚姻绯闻的黄晓明这次现身大变样，头型邋遢，因为身材太瘦，完全撑不起身上的套装，和之前的霸道总裁截然不同，似乎经历沧桑的感觉。不知这场视觉盛宴，你最喜欢哪一个呢？